凡事谨慎一点，小心为事，这没有错的。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事情，人有困难才是正常的，一切很顺利不正常，你要小心一点。所以当你很顺很顺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可能阴沟里要翻船了。人都是在很顺的时候才会出差错，因为你顺的时候你就不用心了，你就认为没有问题的，不会的，操那么多心干什么？最后回来才知道说完了完了。你看每一个人，当他穷的时候，他都很小心；当他有困难的时候，他都很谨慎。可是，一旦有钱，他就开始不在乎；一旦有了权，他就开始滥用职权。你可以去看，一个人处顺境比较难，处逆境比较容易。